不二动漫出品的《白羊骑士三》，灯光绚丽，简约时尚，箱体通透，场地氛围感强，材质优越，经久耐用，游戏体验好，玩家喜玩率、不玩率高。空间宽大，有更多容量与美陈空间，操作简单易上手，投币后游戏开始，用摇杆控制爪子移动，选取心仪的娃娃后按下按钮，爪子下放，夹取娃娃后往上回收并移动到礼品出口，到礼品出口上方后爪子松开，娃娃掉落。机台可全场连线，任意一台中奖，全场机台闪烁，增加中奖氛围感。娃娃掉落进礼品口，即可从礼品口取出娃娃。游戏玩法简单，试玩率、复玩率高，老少皆宜，备受青睐，快来体验一下吧。